这个就是大波浪，这个声呢很能训练到你身体的舞美的感觉啊。我们另外一侧手部做大动作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放在腰部，明白了吗？啊，看你的手不用去往上，容易起肩，朋友们，你可以找到我的手心，扶住自己的大腿前侧，怎么样？嗯，找到肩胛骨向下压压压，这样的话我的脖子就长了。然后再看到没，转换先蹬直，然后在另外一侧转换至另一侧的时候，这侧身体啊拉高，这个时候另外一侧手心扶住自己的肋骨往前，好，收手回来，明白吗？手放下去就可以了啊。收手回来的时候要怎么样啊？从尾骨开始，尾椎哪里？腰椎、胃、肋骨、胸椎，再拉直啊，再看一遍，收手回来，收尾椎啊，腰椎、胸椎，再到颈椎，然后再拉直，明白了吗？啊，好，这个就是属于大